边。落边时通过伸长手臂使边的惯性减缓，边落于地面。请看完整示范第一段。请看完整示范第二段。请看分解教学第二段，交叉五花边。交叉五花边的基本要求同前，在双边的舞弄过程中防止两边交叉缠绕身体。在舞边的过程中注意转腰跳背边，跳背边时注意背边与跳步要协调，跳边时注意转身时发力，使边的运动轨迹不可改变，同时不能减缓边的运动速度，保持舞龙如龙的边形。缠脖边，缠脖边后注意水脖使边缠开，交叉五花边与前一个动作衔接要连贯自然，连接中注意身体的转动。双腰边，双腰边时注意保持两手的协调，交叉步落边，落边时注意伸臂减缓惯性，使边自然落于地面。请看完整示范第二段。请看完整示范第三段。请看分解教学第三段，转身扫边，转身扫边要求通过身体的转动带动边的运动，使边也两个平面平行扫转。扫边过程中注意使边通过缠腰或者是伸臂的动作减缓它的惯性，旋子扫边，
靴子扫边时要求边一边在腹前一边在背后，扫边时注意协调配合，边经过下边扫腿而过，地躺扫边。地躺扫边时注意扫边要贴近地面，保持边与地面的平行，防止边抽在地上反弹起来，使边不能平行绕转。扫边时注意两腿做金角剪的动作，身体带动边，身边协调运动，防止边压在身体下影响动作，所以扫边时注意扫边的幅度及位置。鲤鱼打挺，双手持边做鲤鱼打挺的动作，打挺时注意打腿与头部的运动上下协调。请看完整示范第三段。请看完整示范第四段。请看分解教学第四段。转身扫边，转身与扫边要求一致。扫边过程中注意以脚掌为轴捻动转体，扫边中注意边的运行轨迹，防止两边交叉运行，交叉五花边。交叉五花边的要求同前，在运动过程中注意防止两边运行轨迹发生碰撞，注意两手的运动位置，双摇边，摇边时注意利用身体的合力，弓步缠臂边，屈肘使两边缠绕在臂部，弓步收边，收势并步站立。请看完整示范第四段。请看双边整套演练。